这个处理，尽量可以帮忙。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上，我们基本上已经按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标准作业，把各机关所应该负责的事情完全厘清。那么有很多对于这个旅客的家属的联系工作，我们也会请交通部督导这个复兴航空公司，在将来就是从今天到明天早上最快的时间里面，尽快确定我们所有搭乘这一班航空公司的旅客的联络的家属，那么让他们获得相关的讯息。那么对于